焯水啊，上午刚讲过焯水是不是？对。这个豆腐冷水说还是说？热水。啊？冷水。冷水还是开水、啊？热水。为什么要开水呀、啊？嫩。或者是放点盐。哦。这个豆腐冷水开水无所谓。放盐。其实你开水焯行，你冷水焯也不影响，它不影响颜色的。哦、对不对？它不影响色泽。就是你打多少水才要开水，因为它总体来讲是比较多。我焯水为什么放点盐呢？放盐有两个目的，一个去掉豆腥味，第二呢是豆腐紧实一点，不容易碎。豆腐下锅不要动它，不能动，你不动也只能是推，不能扒，一扒就扒碎了。其实你不推也没事的，就随便。不能盛啊，不能倒，盛不能盛，只能倒。对，适当的放一勺葱，放点葱。好，锅擦干。我们上次讲的，锅永远是擦干。妈，勺子要擦干，不然勺子有水，是吧？锅烧热。热锅热油，或者热锅温油，不要热。你们第一天烧菜注意的抹布遮小一点，握住锅的握着的左侧，不要握在中间，握在这烫，握在这边上。你看，四个指头撑开，握在下面。这样握啊。如果端不动呢？你比较端不动的时候，这勺子扣住这里，这样放。要油是往里随便往里倒啊，油是光焯水，那豆腐太阳拿豆腐放在上面，往里倒，水都倒到油里去，就放点油倒出去，我这个油就够了啊。辣椒油，辣椒油，辣椒油，肉末，肉末，啊，这个炒肉末小点火炒，这个饭。火大容易炒焦掉，炒我们还没炒香呢，已经炒老了，把油炒出来，炒散炒透，炒出香味。其实传统的这个麻婆豆腐用的是牛肉末，但是我们现在呢都是用猪肉末来给换了。老板娘，记住了，先放什么后放什么，看好了，不要弄错了啊。这锅料不要太多啊，炒出香味，炒出红油，泡椒，刚刚做的泡椒末啊，你看火一直小火，如果你要是火大了，抓紧把锅拿下来，不要一直烧焦了呀。好，这个时候再放葱姜蒜末，有颜色的靠近自己，白色的放在远处，为什么？对，如果你酱油放在外面，酱油进过来滴到房里，滴到眼里污染吗？嗯，这个鸡精，你不放就不放了啊。适当的稍微多一点点盐，一少许的盐，花椒粉，因为我们这是麻婆豆腐，这麻从哪来？
辣椒。接着这个麻婆拌，再给点老抽。老抽呢，每家店烧的这个麻婆豆腐颜色也不一样，有的店里烧的麻婆豆腐颜色比较深，有的烧的比较浅。我们考试呢，麻婆豆腐颜色不能太淡，所以说要稍微上点色。好，先味道全部调好，然后吧，你要是刚开始烧烧菜，你可以尝一尝，你要烧熟了不需要。啊，这个时候把豆腐放进去，豆腐下锅之后，盐稍微推一推就可以了，不要动它。啊，这个麻婆豆腐的方法呢是烧，不是炒，炒很快的，勾个芡马上。上午讲的，炒就上姜花油，是吧？锅里放勾个芡，放多。烧一定要有个过程，一定要小火慢慢烧一会儿。这个时候只要放锅就可以了，不需要。拿好了，拿好了。不需要勺子去动它了啊。勺子始终不动，勺子始终不要用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勾芡了啊。勾芡的时候汤汁不能太少，太少也勾不了芡。勾芡的时候呢，可以把锅放起来。你要放磨豆腐的不会放的，就放勺。这个简单是吧？按道理应该是这样放。你看汤汁变稠了没？汤汁是不是变稠了？对。好，你出完芡要干什么？这个时候呢，这种川菜呢，可以红油给麻油。红油麻油。我们过去呢，这个青饭啊，那个评委要求撒到锅里去，那老婆她不吃生饭。如果你在家里呢，我建议你把这倒到盘子里再撒上饭，没有饭就撒葱花。对。但是考试它要求是这样做的，所以说。按照考试。对，按照考试要求走。啊，搁点油，搁点油我们好处呢，它亮就好，光亮。好，这个豆腐呢就已经烧好了，但豆腐呢不能盛，一盛会碎掉的，怎么办？倒，对吧？倒。倒要注意啊，倒的时候你看这个锅，从先从右边，然后锅往后边拖。哦，那就不会那个了，不会不多少了，漂亮漂亮，好的好的，烧完了。